大家好啊。啊，我们今天要讲是尼泊尔老鹳草啊，然后它的全草呢比较苦涩啊，平味是比较平的啊，然后它正常我们多用在就是清热利湿啊，祛风啊，还有就是止咳止血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老人的那个风寒湿痹，还有就是肌肉酸痛啊，跌打损伤，咳嗽，气喘，还有泄泻这样一些小症状。然后啊，这位药材呢，它在很多就是医学集里面都有讲过，比如说白药啊，还有就是滇药啊，还有就是利利药啊，这样的一些组里面都有记载了它能够治疗些什么疾病。那我们现在来说它在各民族的一些医学录里面的一些记录啊。在水医药里面他有讲过啊，就是生扯笼破铜钱，然后全草呢可以治跌打损伤啊，然后全草呢都可以入药，然后有强筋健骨啊，去风湿收敛和止泻的效果啊。然后在利利药里面讲，就是全草可以治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跌打损伤、坐骨神经痛急性肠胃炎、痢疾这样的一些症状。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坐骨神经痛这个东西啊，就是坐骨神经痛啊，之前我的父亲呢他有得过这种症状，就是整个这边的大腿呢，就是我们大腿以下膝盖到大腿之间这两个地方特别痛，就是而且就是那时候找了很多名医啊都没有，他就说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然后面我们找了一个村里面的老中医，他说啊这个叫坐骨神经痛啊，然后就用了可能就用了这个尼泊尔老鹳草，还有配一些其他的药材，然后好像用了3-4个月治好了，因为他有得了有1年多左右吧，然后后面就给治好了啊。所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坐骨神经，要是你发现大腿这块一直会很痛，那它又不是风湿啊，也不是什么关节炎，那这一块的话肯定就是坐骨神经痛啊，各位要多注意啊。然后呢就是在怒江药里面讲说它可以治那个月经不调这样的一些小病症，还有就是那个滇药录里面呢讲它能治急性肠炎、痢疾这种。所以说啊这位老鹳草，它尼泊尔老鹳草，它不是老鹳草，它是尼泊尔老鹳草。记住，老鹳草呢和尼泊尔老鹳草两种药性完全不一样。我这个讲的是老鹳草啊。所以说就是在总结那么多各种民间医学录下来，我们发现就是说它最多就对治疗风湿，还有就是肠胃炎，还有强筋健骨这块是非常好用的啊。然后记住就是这个叫尼泊尔老鹳草啊。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